Hello， 我们现在在去接那个刘晓楠下班的路上，我们和这个脸合照。为什么要和这个脸合照？因为它很有艺术的感觉啊。对啊。哈喽大家好，这里是黄小云 AKA 调调的 Cover Time。 今天我要 cover 一下小鬼师兄的到底要怎么样，到底要怎么样。 What's your array 想出来是 Father You are me 要怎么样就说出来。嘿、hey， 那个叫什么来着了，赵本山 Superstar， 赵本山你就叫猫王吧，而且他是一代传奇。你还不会唱，你会 read 呀，你会 read 呀。Hello 大家好，Hello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这现在几点钟嘛，来看，先是早上5:52去吃早餐海底捞。对，为什么我们要去呢？正常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。因为有一个人说他有半年没有吃火锅了。他可能就是废寝。对，就是的。我们就是所有人被他拉出来，5:22起来吃海底捞。好朋友。对，真的。好铁啊！到了。到了。快快！就是那个追上他们，就是那个女的，欢呼雀跃的跑过去。你看，我们就是为了他，我们就是要和他一起去吃海底捞。我说我可以一个人吃的，对，我们真的不忍心，就是你知道 ，everybody knows， 就是真的很不忍心。嘣嘣嘣嘣嘣嘣，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我都会期待。大多已经开始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抢劫成爸妈了。啊，你看他真的迫不及待，真的什么人迫不及待？你看这个人，他已经给你杠出了一个电梯。哈哈 ，Wake up！ 我们现在不调料，哎，你要给我们调什么？我调了一个剧，超级无敌巨好吃。首先蒜泥大勺，这也是我最爱的。哇，大家都很能吃啊！哇，它这是很大一勺。要不要吃？嗯，我也可以。哇哦，满满的，然后再加一点点。最后再加上香油。哇哦，这就是我自己。别动，我再聚一下胶。哇哦，哇哦，感觉会不错。你要给它起个名字吗？美女调料。怎么了？哇！你刚刚没看到落起来了，现在已经。刚落起来没有那么明显。就好像这两个小朋友在那里开生日聚会一样，真的很 happy。生日快乐！就是把那个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！你们两个一起同年同月同日生。拿礼物。你知道我哪天过生日吗？4月7号。什么日？3月16号。第一次能飞起来。21，3月21号。